When God takes away your dream, when God stops you from accomplishing your own ambition, how do you feel? An effective leader, a surrendered leader, will embrace God's plan for his life. He will depend on God's power. And lastly, he's after God's glory.管家的影响，我的朋友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要在一生中影响别人，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影响，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，选择在于你。在接下来几周里面，你愿意学习怎么为主做积极的影响者吗？我要给你们带来好消息，我们来开始。降服的领袖是积极的影响者。我们一起重复一遍，降服的领袖，矛盾修辞法。领袖，降服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积极的影响者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不降服于神的领袖是危险的，他能把人带偏。我们来看看摩西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是摩西？因为摩西这个人有美好的品格。你会看到他的生平被分为不同的阶段，第一个40年，第二个40年，还有人生最后的40年。摩西出生的时候，人们说他生在错误的时间，错误的地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变，官方的政策是杀死犹太的男婴，不是儿童，而是婴孩。他们出生的那一刻，命令是杀死他们。摩西就生在这样的时期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父母有信心，所以他的父母试图救他的命。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摩西的意思是从水里拉出来，他父母就把婴儿摩西放进一个篮子，篮子是防水的，然后摩西的姐姐确保篮子在尼罗河上顺流而下，然后神奇妙地感动了另一个女人的心，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她被称为法老的女儿，是一个公主。当公主听到这个婴儿在篮子里哭，他打开篮子，他的心就被触动了。他决定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收养这个孩子。当他决定收养这个孩子，姐姐就在附近。姐姐对公主说，女士，你要找一位帮手来帮助你抚养这个孩子，就像奶妈一样的人吗？就像奶妈一样的人吗？公主说，当然，我愿意如此。帮手是谁呢？摩西的母亲。这是故事的背景。现在我们来读下一节经文。使徒行传7:22，因为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，他现在是个王子。作为王子，他能够在国家里面最好的教育中心学习，大学，不管你想怎么称呼都行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你们知道，埃及人在科学、数学、建筑、医药都很先进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在管理、军事上受教育。摩西被教导得很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约瑟夫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也许晚年的时候是基督徒，我不知道。他是个犹太人历史学家，被罗马政府雇佣。他说，摩西在埃塞俄比亚带领了令人惊叹的军事行动，他是个得胜的将军。我想让你们了解一下摩西。
摩西受过很好的训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是犹太人的呢？为什么他最终认可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呢？永远不要低估母亲和父亲的影响力。我相信，当摩西成长过程中，他母亲对他说：“摩西，你是神的子民。”摩西，你是神的子民。我们是这地寄居的。请读下一节。见他们的一个人受委屈，你们看到摩西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？变革者，他想要公义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你们知道杀一个人不容易吗？试试在没有枪的情况下杀一个人，想一下，他杀了埃及人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五节，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。摩西的心是什么呢？他想要改变。就像今天的年轻人，你想要为国家做一些积极的事，你希望社会变革，你想做一个变革者，是不是？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改变，你要怎么做？我不知道摩西是怎么想的，但他真的想借着杀死埃及人来改变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灵舍的把他推开，说谁立你们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？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在米甸。你们看，有时候神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不一样。年轻领袖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年轻领袖的问题。我可以告诉你们吗？年轻的领袖很多时候是冲动的，年轻的领袖充满了自信，年轻的领袖希望快快地得到一切，他们不想等候神的时间，他们没有自信思考，但他们心是好的，动机是好的。我想要改变，但很多时候不是正确的方法。你要怎么教导像摩西一样年轻领袖呢？他受过教育，有立场，有头衔，怎么做呢？神有美好的方法。你们知道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神不得不把他送走，摩西逃跑了，他去了旷野。我给你们看一个摩西生平的表格，可以吗？在摩西的第一个40年，他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，他是王子，有好的教育，他有权柄，过着奢华的生活，他住在王宫中自满。第二个40年，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，他在旷野中做牧羊人，独自在沙漠中，他救自己的同胞的意向没有了，死了没有希望，我是个失败者。他学到了什么呢？谦卑。神用了40年来改变摩西。神要花多长时间来改变你呢？我的妻子说，请鼓励他们，不要告诉他们，在他们开始恰当的侍奉神之前，他们得等40年好吗？这得看情况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你很快就学会了功课，我是学习比较慢的人，我还在学习当中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，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，你们有多少人现在80岁了？请举手。80岁的请举手。哈利路亚。现在你们预备好服侍神了吗？还有80岁的人吗？80岁和80岁以上的朋友们，我们从摩西身上学到的就是为时未晚，改变永远不会太迟。事实上，摩西有一首新歌《生命》，
从80岁开始，在摩西80岁，他发现神可以用一个无名小卒，他亲自遇见了神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从父母那里认识神，但在80岁时，神主动和摩西有一对一的讨论。我称这是亲自遇见神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如果你想做积极的影响者，你需要遇见神。我要强调三点。在你遇见神之后，你会学习将一切降服于神，你会降服于神的计划，你开始依靠神的能力，最后你会寻求神的荣耀。从摩西身上可以学到更多的品德，但我只想强调这三个品德，在生命中需求神计划的品德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好的，我们来看看《使徒行传》7章30到31节。过了40年，摩西现在80岁了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惊奇，正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：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你们知道神总是在荆棘火焰中向你显现吗？神总是想要得到你的注意力，但因为你我太忙了，神必须把摩西带到旷野，他才能独自一人。我们继续往下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，摩西准备好听神的话，这是神主动的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神愿意你成为好领袖，所以神采取主动。神告诉摩西说：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告诉摩西，我是列祖的永生神，在你出生之前我就活着，一直到如今我仍旧活着，我是神。然后神继续说，主对他说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你遇见了神，这是我个人的经验，一旦你遇见了神，你开始明白自己的自私，你开始看到神的圣洁，你与神越亲近，你就越少攻击别人，越多的看到自己的自私，越多的看到需要神。神告诉摩西说：摩西，脱下鞋子，我是圣洁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战战兢兢，不敢观看。在神的面前，你认识到老板是万王之王，是圣洁的神。然后神告诉摩西他的计划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，我下来要救他们。神告诉摩西说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能告诉你们吗？神知道你的计划，神知道你的挣扎，神知道你的环境。神说：我知道我要做点什么。在这一点，我相信摩西是兴奋的。是的，主，终于来了，我现在80岁了，你要下来，你要行事。摩西对下一句话感到震惊，下一句话说：摩西，你来，我要差遣你。等等，主啊，这不是我刚说的，神说我要下来，我要救他们，但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我要差遣你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一旦神在你心中给你梦想、生命的意象，你就可以使菲律宾变得更好，你可以使你的家庭变得更好，你可以使你的公司变得更好，因为意象是来自神的。神希望在你身上，并且透过你来做工。很多时候，我知道你会怎么做，你会和摩西一样，摩西给神5个借口。你知道这些借口是什么吗？到现在我们都听明白了吗？神给摩西他的计划是什么？神的计划是什么？我要使用你，我要差遣你。到现在都清楚吗？大家清楚吗？
看看出埃及记三章二十节，我们再读一次。所以我来，我要差遣你去见法老，这是我的计划。我要差遣你去见法老，好使你能带我的百姓出埃及。现在请诚实的回答我，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会怎么做？诚实的说，你现在到独裁者被称为法老的王那里去，告诉他容我的百姓去。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告诉你，摩西，第一个原则是你要做出决定，你要顺服神的计划还是不顺服。你们知道摩西在希伯来书11章26节是怎么做的呢？摩西做出了一个选择，摩西因着信，你要做出信心的选择，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在你生命中顺服神的计划，你需要认识神，你需要相信神，这就是摩西所学习到的。我喜欢这句话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享受最终之乐。年轻人，你们需要认识罪，罪是令人愉快的，但它是暂时的。你们都知道，你犯任何罪都会给你暂时的喜乐，暂时的享乐，但最终它会咬你一口。神说，你要将一切降服于我吗？圣经在告诉我们，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你们看，摩西能够选择顺服神，是因为永恒的视角。这很奇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跟从神不是做殉道者，不是做一个殉道者。当你跟从神，你只是明智而已，这是最符合逻辑的事。但如果你不认识神，那对你来说，这就是最愚蠢的事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为神而死，而有些人否定了神吗？区别是什么呢？区别是你是否认识神。如果你认识神，我不知道你为何会否认神。如果你认识神，我不明白为何没有将一切交给他。除非你不认识神，你所拥有的是宗教。宗教使你离开你所敬拜的神，因为宗教最终是敬拜你自己而已。但基督徒是不同的，他是有神的。你在生命中寻求神的计划、神的安排吗？你是否按着神的旨意生活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要做出选择。摩西做的选择就是接受神对他生命的计划。我在多年以前也做出了选择，你们很多人可能听过我的故事，但多年以前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人。我是个基督徒，但我觉得我可以为神赚钱。我追求商业上的成功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得病了。我生命中第一次住院了，在医院的病房里，你有时间，有很多的时间，你可以反思，可以思考，这就是我那几天所做的。我开始和神讨论，他想怎么使用我的生命。就在那时，神说，不要再玩游戏了，我要完全得着你的生命。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你们看，我过去教导圣经，我可以轻易地把人撇在后面，但神告诉我，我想你开始一个运动，我想让你建立一个新约教会。当我听到新约教会时，我不想要教会。我能告诉你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一旦开始一间教会，你就成了牧师，一旦你成为牧师，你就不能离开你的羊，我就和他们绑在一起，明白吗？我和你们连在一起，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
教会的问题不在于建筑，教会的问题在于教会中的人。教会的人很乱。所以我说，主啊，如果我建立一间教会，就无法回头。神说，正是如此，你门训他们，我的朋友，这就是你牧师的旅程，我爱你们。接下来你需要神的能力，为什么你需要神的能力呢？我来给你们分享，看看摩西的借口。摩西给神五个借口。我是谁？这是关于他自己的能力的。他的名字是什么？你有这样的借口吗？神告诉你做什么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是谁？主啊，我要说什么？如果他们不相信我，不听我怎么办？这是你的担心吗？当然，这就是你的担心，这就是我的顾虑。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，摩西这里是撒谎。我本是拙口笨舌的，在使徒行传中，他是在言语上有才能的。80岁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说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？我是拙口笨舌的，一个接一个的借口。神告诉有些人，你要建立一个小组。当我看着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在这里很多年了。神说，你一直是小组的成员，现在建立一个新的，这些都是你的借口。我是谁？我要说什么？如果他们不信我呢？如果他们不听我的呢？我素日是不能言的。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主啊，是的，使用其他人吧。好的，主，我要服侍你，差遣我的兄弟吧。主啊，我要服侍你，打发他吧。这是我们的借口，是不是？现在我问问你们，你们有多人现在是积极寻求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呢？你在积极的服侍神，请举手。朋友们，我祈祷在我死前，你们所有人都举手好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拯救你是让你去服侍的，神没有拯救你，我要坐着不动的。每个周日你都喜欢坐着，凉爽的空调间，很好的音乐，但这不是神对你生命的计划。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呢？服侍。除非你服侍神，除非你在门训人。我的朋友，你还没有顺服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因为神给我们使命，就像他给摩西的一样。神在告诉你，告诉我，我要去全世界做什么呢？使人做门徒。神在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你，你没有任何借口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注意，你们必得着。你们需要能力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。摩西需要神的能力，你也需要神的能力。神说，我要赐你们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。换句话说，当神赐你命令时，他也赐你能力，对吗？你怎么才能成为一个降服的领袖呢？降服于神的计划，接受神的能力，因为你自己不能做。你们知道神是怎么告诉摩西他需要神的能力的吗？神带领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他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正在逃离法老。神对摩西说，掉头。摩西就掉头，在他掉头的时候，他面向红海，他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沙漠。猜猜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神让摩西掉头？为了面对红海吗？是为了教导摩西，你需要我。这正是所发生的。你们想看那个神迹吗？看看出埃及记，在他们面对红海的时候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在你读出埃及14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百姓的困境。摩西告诉百姓说，放松，不要惧怕。各位请说，稍息，稍息，放松，你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这极好的说明了为什么你我需要神的能力。你我总是有属灵的仗要打。如果你有老板，
如果有人与你为难，你面对生命中的红海，我希望你们记得这个故事。神说，你们祷告，相信我。看看下一节经文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祷告的足够了，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。这是什么命令？是马尼拉湾分开。主啊，对不起，我要怎么做呢？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，剩下的就是历史故事。神的计划，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中给我们的命令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朋友们，你怎么做决定的呢？你需要基于这个问题来做决定，这能给神带来荣耀还是不能？你们知道神给摩西两次机会，好归荣耀给他自己吗？第一次机会出现在出埃及记，人们崇拜偶像，神非常生气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神在出埃及记32章9节告诉摩西，神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是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应着景象在他加路语怎么说呢？固执。你能拍拍自己的头吗？你是应着景象的人吗？你是固执的人吗？我是个顽固的人。这些人是如此的固执。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给摩西提供一个机会，所有这些人都会造成问题，我要除去他们，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教会。你们知道摩西做了什么吗？请读下面的内容。摩西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要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耶和华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注意，摩西寻求是神的荣耀。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他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。耶和华，你的声誉怎么办？人们会怎么说你呢？摩西是在寻求神的声誉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呢？第二个机会是在民数记。来看民数记，在民数记14章11到1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非常生百姓的气，因为他们不信他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他们向神发怨言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到几时呢？实际上神列举出了他们的行为，我给他们十个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我。神的计划是什么？各位请读12节，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会怎么说？好的，主，可以。不，不是的。我的朋友，看看摩西的逻辑，他从未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有权利杀他们吗？因为摩西知道神是创造者，神是神，神有权利做任何他想做的事，是不是？杀死所有的百姓没问题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有权利，但摩西从未这么说过。你们知道摩西做了什么吗？主啊，你的声誉怎么办？请读下一节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埃及人必听见这是因为你曾施展大能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。各位请读，各位请读。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摩西告诉神说，主啊，你的声誉怎么办？坦白来讲，你为什么要关心神的声誉呢？我发现，如果你爱神，你就会在乎神的声誉。我来重复一遍，如果你爱神胜过爱自己，你总是会想你的声誉怎么办。你看，摩西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摩西认识神，
摩西与神同行很多年，摩西知道最重要的事是神的尊贵，神的荣耀。我的朋友，你我被造是要给神荣耀和尊贵，因为独有他配得我们的荣耀。如果你没有与神同行，我担心你不能给神带来荣耀。更难过的是，我们给神的名带来羞辱。当我听到领袖们不和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当我看到基督徒不爱神，不彼此相爱，这让人非常难过。我们不归荣耀尊贵与神，让人非常难过。对摩西来说，他的渴望是归荣耀与尊贵与神。你们知道，在摩西晚年，神对他说，摩西，你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如果你是摩西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神对摩西说，摩西，是因为你的罪。你们看，摩西是不完美的，他做了不荣耀的事。神说，摩西，因为这事，你不能进应许之地。如果你是摩西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主啊，我一生都按你所命令我的，带领这些百姓，我和他们同受苦难，与他们同行，现在我要进入应许之地。摩西现在大概120岁了，神说，摩西，你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知道我会做什么，希望不会这样。他加入一种是生闷气，用英语说，你会生闷气，你会抱怨，发怨言。但你们知道摩西怎么做的呢？我给你们分享一下，摩西非常棒。他接受神的决定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爱神，他相信神，他寻求神的荣耀。如果你看摩西的祷告，他在祈求神。在申命记3章25节，摩西恳求神，摩西说，主啊，我祷告，求你容我过去，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主啊，求你容我进入吧。他再一次的祈求神，神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另外，祈求没有什么错，神是怎么回应的呢？这是神的回应。申命记3章26节，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允许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，这很伤人。罢了，停止吧，不要再向我恳求了。摩西对神说，主啊，我若不进去，谁来做领袖呢？主啊，你最好再任命一个领袖。神说，你任命约书亚。这就是摩西做的。摩西不是不情愿的。如果你继续读摩西的故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件最令人惊叹的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18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因为摩西问神，谁要接替我的位置？你将他领来，安守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。请读下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。摩西对神忠心吗？我的朋友，当神拿走你的梦想，当神拦阻你完成自己的野心，你是什么感受？一个有效的降服的领袖会接受神对他生命的计划，他会依靠神的能力，最后他寻求神的荣耀。摩西说，好的，主，为了你的缘故，为了你荣耀的缘故，我不进应许之地。我学到了一件事，是我们很多人有梦想，有野心，有时候你感觉你有义务实现你的梦想和盼望，有时候你的梦想成了一个偶像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偶像吗？偶像就是你觉得自己必须拥有的。我重复一遍，偶像就是任何你觉得自己拥有了，
才能真正快乐的东西，那就是你的偶像。对有些人来说是女朋友，对有些人来说是他们的孩子，你非常喜欢他们，紧紧地抓住他们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你紧抓自己的梦想和希望。我的朋友，你需要成为一个降服的领袖。降服的领袖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，你放下自己的梦想，放下自己的期望，放下你所有的计划。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的梦想都能在今生实现吗？你们不能回答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教导你们其中的神学观，当神赐你梦想，你知道神有永恒，为要实现你生命中的这些梦想。摩西进了应许之地吗？进了还是没进？大声一点，进去了。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呢？在马太福音，我只给你们看，在马太福音17:1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现在这是在以色列的应许之地，猜猜发生了什么？谁在那里呢？请读下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同日头，衣裳洁白放光，忽然有摩西。我的重点是什么？神有永恒，能实现摩西的计划和你生命中的梦想。不是一切都在此刻实现，除非你有永恒的视角，除非你不能接受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没有真正完全的过信心的生活，依靠神的能力，最后你不会寻求神的荣耀的，你在寻求你自己的荣耀。我发现基督的生活不是关于你的，也不是关于我的，而是在于神。你想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吗？那好，做一个降服的领袖。降服的领袖是积极的影响者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今天我希望你们都做这个简单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一切都降服。如果你愿意做这个祷告，说主，我降服一切，我想要成为降服的领袖，我放下自己的梦想、期盼和自己的计划，我将他们都降服于你。如果你愿意做这个祷告，为什么不现在就祷告呢？说主，我相信你，从今天起，我要跟随你。如果你做过这个祷告，你致力于贯彻你的承诺，降服的生命，降服的领袖，这就是你的承诺。我想为你们祷告。如果这就是你的承诺，为什么不站起来呢？我要为你们祷告，赞美神。在你和神之间，你愿意完全将生命降服于他，你愿意接受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他对你生命的旨意，你愿意今后余生都借着神的能力依靠神，最后你愿意为神的荣耀而活，你愿意寻求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。当你做了决定，就与你无关了，而是这会给神带来荣耀吗？如果你承诺做这些事，我向你们保证，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让神完全掌控你的生命，在里面借着你的生命行事，因为你就是神祝福的管道，你不是源头，你我是神祝福的器皿。如果这就是你的祷告，为时未晚，请站起来。如果你生命中有事情拦阻你，使你不能委身于神，神看见了，神知道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会为你祷告的。如果有事情拦阻你，你不愿意站起来，我希望你能迈出信心的脚步，我为你祷告，使你得解脱。有人愿意吗？神在告诉你站起来，但你不想站起来，因为你紧抓着罪，你紧抓着自己的计划，你在拒绝神。神知道，神看见你，他爱你。
我建议你也站起来，我要为你祷告。若有人挣扎，神知道你的挣扎，可能是罪，可能是关系，不管是什么，天上的父神，我将站起来的人都交给你，他们爱你，你也爱他们。与此同时，有些人很害怕，因为主啊，将一切都交给你是一件可怕的事，完全相信你是可怕的事，因为我们不明白你的道路。但天父，我祈求你会尊荣有信心的儿女。今天这里有信心的人，在简单的信心的行动，站起来，将他们的生命降服于你。我祷告祈求，他们会经历你的同在，他们要经历你的能力，你的安慰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生命给你的名声带来荣耀和尊贵。为这些人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